哎，华华，你看，就是这个社区人车风流特别好，嗯，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花园，我没有想到这么大。哎呦，这么巧啊！你们这……我们刚去北方置地调资料，才下班。啊，你们……那个，我们有事先走了，您忙，拜拜，拜拜。 拜拜，拜拜。走啊！怎么了？不是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不是不想介绍你。我现在因为你的事儿，我一点心情都没有了，所以我不想跟你们寒暄。那我们连续进来给你送午饭，你跟大家介绍我。咱能别作了吗？我求你了。 总纠结这点事儿有什么用啊？想点正事儿不行吗？快走吧，走不走啊？你说多少遍了，要想人前显贵，必须人后受罪。我要是你的话，我现在就应该这么想。那我经理为什么骂我不骂别人啊？那还是我做的不够好吗？对不对？ 嗯，好，别抱怨了啊，听话，乖。行，嗯，范老师好。范老师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那你饿不饿？我带你去二食堂吃砂锅吧。我不饿，我不饿。你也少吃点吧，你现在这又应聘面试的关键时期呢，你是不是应该注意一点自己的形象啊？我跟你说，成年女性每天摄入1800大卡足矣了，吃多了也是浪费，而且只有你严格自律，你才能对抗平庸的生活，对吧？嗯，范老师说的对。 还好有你，不然我又要用暴饮暴食对抗生活了。那我们去操场散散步。哎，真不行了，不早了，我得回去赶一下报告。嗯，你过来就为了看我一眼。嗯，你不想看我呀？想。对了，西装帮我熨一下啊，我后天出差要穿，熨完了一定挂起来啊，要不该出诊。好。啊，对了，还有一件事儿。 我们金达啊，在招人，你马上去官网投个简历，要快，听见没有？你们金达这么牛的律所，怎么可能会招我呀？有没有什么仓库保管员之类的职位？再见！哎，我开玩笑的，我知道不试试怎么着没机会呢。嗯，你知道就行。你看，以你现在的能力，是完全匹配不上金达开给你的工资的，对吗？那好，金达现在做的是一个赔本买卖。 为什么要做这个赔本买卖呢？你想过吗？为什么？为了培养你。那你告诉我，律所花重金培养你，是为了把你培养成一个端茶倒水、复印、修打印机的老好人吗？是吗？你能不能回答我，金达想把你培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人？ 优秀的律师，你跟他们都一样，都是通过司法考试的专业人士。穆佳，我把你招进来的，你别让我失望，一定要去做那些别人无法取代的事情。我说明白了吗？ 清楚，赶紧擦擦。谢谢吴律师。现在等这个上面确定税率的这个消息，刚才跟他说了，让他稍微等一会儿。你说你怎么还把吴大律师给请来了？老方让你等会儿就等会儿，你怎么等不了啊？对不起，怎么这么没耐心？吴律师，别骂他了。年轻人啊，有时候做事啊就是毛糙，给他们点成长。 你给你看看，确定了，合同呢？啊，在这儿呢。啊，来，赶紧盖章，别耽误了你们的下面的工作。翻好啊！<笑>慢慢来，一步一步的成长。工作不收到，快快快！在这儿。好嘞，谢谢啊，老方。行了吧？改天请你喝酒。别喝酒了，有时间啊，咱们去打羽毛球。行，到时候约。好。
慢走啊。嗯。啊，谢谢方律师。好嘞，那我不送了啊。吴律师，方总监刚才不是这么说的。我知道，故意刁难你吧？为什么呀？因为他想让我亲自去找他，所以就让我当炮灰。觉得委屈啊？那就赶紧让自己强大起来，强大到不用受这份委屈。